公共视频显示，一名女子往前走，一辆白色轿车在她身后缓缓靠近，想要拦住女子的去路。女子头也不回地从缝隙里挤了过去。轿车驾驶员下车追赶这名女子，女子表现得有些抗拒，一番挣扎后接着向前走。突然，女子爬上高速公路护栏，男子刚走回轿车旁，又赶紧向她跑去。两人在路边折腾了十几分钟，天都黑了。高速交警从监控中发现情况后赶了过去。据了解，两人在前一天，也就是5月20号，刚领了结婚证，当天在车上拌了嘴，丈夫抱怨妻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妻子一气之下要求下车。民警对两人进行了开导，并对他们在高速公路违规停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。